没有火锅，他如果开个小火锅，我觉得应该每天都是爆满吧。你今天怎么没有穿校服？因为做了，动脑袋，动鼻子，动嘴巴，真不冷，穿的贼厚。特色的，有些人有客，有些人也没客，不知道这个什么人种。水锅鸡蛋吧，鸭血粉丝汤，一姐就厉害这个。这个挺好吃的啊，好香。这个翻一翻，飞车好吃。那你现在还会留恋吃饭的味道，还是不吃习惯这个？一言难尽。他如果开个小火锅，我觉得应该每天都是爆满吧。倒垃圾。是这种楼吗？不是，这个。看上去其实很伟大的，有人在，我要点名了。他刚上课有练了什么？练了台词，台词课，现代诗的一个诗篇。算是期末作业了。现在为期末考试做准备了。对，快了呀！1月份就要期末考试。哇，出来有点难。教室管进去吗？进。就是充满了智慧的殿堂，就特别多的奖杯。你能看到从最早到后面一系列电影学院和电影的一个发展史，学校的一个解说。以前的摄影机啊，这些东西我好怕胶片。胶片拍出来的电影都特别的好看，特别的独一无二，色调和收藏的价值特别的高，所以我爱以前的港片。觉得色调和剧情，包括都跟演员都是很好。现在 vlog 就结束了，也带大家初步的参观了一下我的学校和我的一天。之后我会想办法，就是通过我自己的一些表现，能让大家看出来我们上课教了一些什么，然后就拜拜吧，拜拜。